翅膀好像可以玩辣的女人哦。开切了，老哥。哎，塔拉兵线哦，哇，这把是那个艾里菊哎，非常好用哎，非常强哎，宇宙艾里菊。这把我艾里还玩不好的话，可以投胎了。而塔拉打不死，那不重要啊。他只是来让我赚钱的。舒舒服服的，你在乱跑啊？什么毛病啊？疯了吗？你 crazy man？ 这什么毛病啊？他怎么疯？硬要嘞！敢出！我感受到关妖之力。看我也疯了！哇，不能玩弄哎！哇，又多一个维拉，多一个维拉把我头打爆了。那也是没办法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中。我靠！无人机姐啊！我想要闪上去挺他哎、欸，这他也没有要敲的意思啊。那不就尴尬了吗？闪上去挺他，结果他没有要反敲，那怎么玩？真的，真的很瞎哎、欸！我闪上去帮他打，这猴子连反击都不反击，我直接被秀穿。要投胎了啦！敢出！真的要小心一下大屁股。大屁股超肥的，只是现在伤害太低了，还吸不起来，连吸血都吸不起来。哇，好可惜。开钩喽，夸叔叔。二技能还在冷却中，二技能还在冷却中，请求集合。哇，他勾到我直接飞上去，对一趴。老帅。车出席。熟悉的海风味道。圣光国王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不小啦。哦，我真的是吐了哎、欸！为什么啊？那、啊、我真的是可以投胎了，我是废物。哇嘞，被秒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开钩了，开钩了！有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这下总有了。但是感觉带线遇到主卡还是会死。哎呀，你就蹲在这附近，超脏的。真的是有哦。我还在下半步哎。挡
才知道。直说了，这个人就真的在这附近哦，很脏啊！我要知道，赶紧跑。没有啊，艾里很好打维拉的。他丢我爱心，我开大是完全可以躲掉的，不会不好过了。是我前面没玩好，凯撒自己送头了，那波开始就有点差。算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跟那维拉没什么关系。小队长，枪法不错。大招已经准备就绪，我不会输的。哎、欸、靠！死的好惨啊！终于做出来了，终于做大刀了。等他弱化完，我再开一些。请求集合。艾尼凯撒已被击败。哎，猴子怎样啊？进攻敌方防御塔。请求集合。注意我方防御塔！注意我方防御塔！哇靠！傻小、啊！魔神凯撒降临，决战开始。哇！傻小、啊！哇靠！傻小！哦，不用投胎。这到底是啥桥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啥桥了啦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波什么鸡排？真的是后期艾里局，真的有王者剑真的是不一样哎、欸。